麦童，我们结婚吧，明天一早就去领证。没有房子的婚姻，你能接受吗？这两样冲突吗？这世界上每天有很多人结婚，有很多人买房，他们能做到。 我们为什么就不行？打我到上海来的那一天，我就不想飘着，我就想安定下来，在这个城市里有个房子，有个家。小王，在我的世界里呢。 家庭、婚姻、房子，从来都画不上等号。而结婚的唯一前提是彼此了解对方的需求和底线。但你最近真的很反常，你一直在翻看我的手机，我都不知道你要想要从我手机找到什么。我们之间到底怎么了？ 我想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怎么了。我的需求跟那些所有的女孩的需求都一样，可我不明白，怎么在你这儿，怎么就这么难？麦冬，我们结婚吧，行吗？